小佑你好。嗨。石油那时候好像5岁，五岁好小，有这么十年了。那个时候大概快十年了。结果腿呀细很些，那大很背啦。你看啊，我9年前跟现在都没变了。你真的没变？好怪啊，我觉得发型差了一点而已。对对对，第一位童星来来谁？他的照片。哎哎，却小又却又啊，熟熟的。你有合作过吗？是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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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。对对对对，等一下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刚刚在是棚里面有遇到，但是完全不认得了，完全不认得。欢迎雀小佑。来，啊，什么？10年前我在花店迷路，找不到你啊，终于见到你了，西派。西派在路上拿花是 OK 的。哎呦，长这么大了，你也长太大了，整个长太大了，整个 Q 管了。这是两个爸爸啊，而且你有演熟女，熟女你有演小时候的许倩佑啊，哎呦，啊刚怎么在里面没有？我有看到啊，他会点那个头啊，你要叫一下。叫爸爸，不是他如果叫你爸，你会吓疯吧？你妈妈是谁？我不会，会问。我干过很多糊涂事，对，所以叫爸爸也不是一两次，我会抖一下。妈妈是哪位？对对对对，抖一下。喂，哎呦，还拿了个花，谢谢谢谢，送给你的这个是菊花，菊，杭菊，杭菊不好买哦，杭菊，杭菊，杭菊这样。哎，小佑你好，嗨。石油，你小时候蛮可爱，怎么长大成这样？对啊，小时候长大变怪怪的。哎，今年几岁？今年几岁？现在15岁。你才15岁啊？对啊。哇，他长得很大。对啊，这整个体育馆。几年级啊？在哪里念书？对，国三，在就是板桥。演戏这个当年是几岁？这时候应该是眼见个儿子的时候，你8、9岁啊？在你，在在你那时候好像5岁，五岁，好小，有这么十年了？那个时候大概快十年了。结果腿呀细很些，那大很背啦。你看啊，我9年前跟现在都没变了。你真的没变？好怪啊！我觉得发型差了一点而已。对对，啊，演了这个戏以后啊，长大嘞啊，长大这当中过程呢，有没有继续？有啊，就是有，因为我比较就是比较长得比较大只嘛，哎啊，就是因为小的不小，大的不大，哦，卡住，卡住，卡在那边，对啊，那无所谓啊，等这样长长稳了以后，你再大一点，对呀，对呀，啊，我们这次在哪里？碗很大嘛，在碗很大，哪一只是你？那大的那一只，大的那一只，大的哦，碗很大，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忘记了，反正就在一个民宿那边。你这么忙啊？你这种还忘记啊？你说我忘记还差不多。在一个民宿就对了。对啊。啊，怎么会在那里相遇？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人出去玩。我妈说：“哎，先给我来这边呢。”她说：“啊，真的假的？有合作过啊？”哎，修林姐的呀。你有相认吗？那次？当时太害羞了。哦。那么近，你们没有相认，你就是偷拍宪哥。这童心的很可爱，长大慢慢因为有羞耻感嘛。可是啦。是啊，你还有跟那个杨一展一起演过戏啊？对啊，演两个爸爸的时候，哦哦，结果怎么样？杨一展就演爸爸嘛。对啊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是演戏嘛，然后跟别的女人走在一起，对，另一个是他女儿，他说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然后就把我抓起来，就扛在肩上跑走。哦哦啊，问你要扛你走，因为小时候都已经蛮胖了哦，有没有？哦啊，这谁扛你？那个女生是没有女生亮紧啊，亮紧哦，亮紧啦哦，哇，她看起来很痛苦哎，亮紧真的，你看杨一展那个脸哦，好像没有那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不起，有情绪，那个重量压上去，对，有确实，将来有想要往艺能界来发展吗？哎，有的话，但是最好啊，哦，还是有喜欢，没有有一定有，你这个你看，你还张钧甯，你都合作都拍过呢，3岁就开始拍戏，哎呦。是拍什么？3岁跟他拍什么？印表机的广告。对呀，所以要慢慢一点一滴嘛。啊，你现在就演戏，人家说有没有经验？有，有啊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的不一样的变化，对不对？谁知道你将来不会变成？比如，我看你就有点陈小春的 feel 啊。哦，哎，有那种魅力哦。搞不好演古惑仔。古惑仔啊。对呀，都可以嘛，是不是？有哦。嗯，还是什么？就你有毛病，你一直。十年前。
前呢，他现在内心小剧场很激动。对啦，对啦，看到你很激动。OK 的 ，OK 的。哎，那你同学知道吗？你同学知道？同学知道，同学都知道你的经历。那他们会喜欢你吗？还是会噎你？他们就一直问说啊，为什么啊？哎，怎么了？你跟谁演？然后怎么怎么样？说啊，有遇过谁啊？以前拍戏怎么样？拍戏怎么样？这样子。哦。那你同学会这种三八？哎，遇过谁？哎，会怎么样？哎呦，你看他出来也蛮三八的。萧敬腾的 MV 你也拍过，拍过，还有徐若瑄你也跟他合作过，对啊，在拍《红衣小女孩》的时候你也演啦，哦，你什么都演，你演很多，也有哦。啊，这么多艺人当中，你谁的印象最深刻？跟谁一起演戏？当然是宪哥啊！哦，对啊，爸爸演爸爸那个感觉，不是开玩笑，人在屋檐下嘛，不得不低头。但讲真相，我是真的很好到底呢，只是我那个戏哦，就我只能给那个剧组就是两个钟头。去到那边的演演那一段我只是插花的啦。是是是，哎呀，他们做一点宣传这样而已。演演，然后你说啊，爸爸要出差了，一出差就是十年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爸爸，你是去哪里出差？去哪边了？插花的啦，哦，黑啦黑啦黑啦。啊，你读的书是有朝这个去吗？像我们都是台艺啦，对啊，我是国际贸易啊，国贸啊，也不一定啊，后面也是会他这个误入学徒，那没有办法。可以的话，就往这边发展。表演呢？表演艺术啊，对啊，很好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但也会有男主角、有配角啊什么，一点一滴慢慢来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这个小佑将来有一个不错的成绩，佑，好不好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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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现在听到人家叫我爸爸都会害怕，会抖一下哈，对不对？但是哦，没关系哦，一不小心会有的。